我现在该怎么称呼你才对呢？雷电牙医小姐，还是梅比乌斯？梅比乌斯。哼，你装得一点都不像，要我给你做个示范吗？至少也得先叫声姐姐才行啊。所以你早就知道梅比乌斯的真实目的了。算是吧，不过也只是猜测而已。怎么闹脾气了？怪我没有事先告诉你？没有，无论如何我都会亲自去见证梅比乌斯的馈赠。但你也的确有没告诉我的事。好，你说自己放弃的理由是不想变成那种非人的姿态，但人为崩落那是只属于融合战士的特质，根本不存在解开禁制这件事。普通的圣痕觉醒者就算接受了传承也不会发生那种变化，除非……我从来不知道你也是一个融合战士。别瞎猜，融合战士并不是一个成功的计划，世界蛇使用的技术也早已不同，不会把人变成另一个物种，副作用和风险也降低了许多，但相对的正面的影响也同样有限。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吧，天命也做到过类似的事。是指德丽莎学院长吗？所以在长空市你表现出的那种与崩坏兽交流的能力，就是一些附带的小礼物了。至于更多的你没机会看到了，我不想用也不可能用，这是我绝对不会跨越的底线。放弃为人的身份，我还没有值得为之牺牲的执念。就算被逼入绝境，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很多，没必要选择最差的那一种。还记得我是怎么离开往事乐土的吗？的确很有你的风格，大致就是这样，我全都告诉你了。别在孩子们面前多嘴哦。我不会说的。嗯，我想也是，毕竟你还要好好谢谢我呢。为什么？想想看，克莱因终究只是一个武装人偶，他不可能以近义体的形式进入乐土。这里还有谁能让一段数据帮到你的忙呢？总之记得自己欠我个人情就行了，要还的。是啊，小空偶尔也会这么做。看来孩子总归是孩子，总会有一些共同之处。是啊。英，既然你见过了那么多后继者，那你应该多少也已经知道那个时代的结局了。你的妹妹她……我知道，不必说下去了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说不定会崩溃的。说到底，我们在做的都是同样的事，但你给我展现了一种最可能发生，又最糟糕的结果。这里的其他人也这么认为，可是西奥拉小姐，除了结局以外，我们无法挽回的事不止一件。在离开我的保护后，她依然能够安然无恙地度过一生，这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。安然无恙？啊，对，没错。瞧我这个记性，
差点忘了自己是为什么来找你的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也没什么，其实我一直怕你误会，那时我没有刻意躲着你。只是，虽然我们都喜欢在一瞬之间结束战斗，但刹那的战斗方式并不适合我。我能理解，往事乐土只是为后继者指出一条道路，但不会强迫你们做出选择。但我没想到你还会回到这里，很少有后继者会这么做。没办法，受人所托，和你一样身不由己。之前的十几次也都是受人所托吗？算是吧。呀，又回来了呢，怎么后悔了？可惜你现在已经不是我最中意的姐姐了，但如果你对我的其他实验也有兴趣的话，我倒是也还可以再给你一个机会哦。不用了不用了，真头疼，在外面要和胡狼打交道，来这里还得应付你。和以前的答案一样，我没兴趣，一丁点都没有。不过你要是能对我客气一些，十只绿者的报告我倒是可以帮你带来。不过是随便问了几句，你还真以为我很在意那件事吗？改造绿者的意识让他误以为自己是另一个人，这么简单的设想我早就尝试过了。是吗？成果如何？我找到了更完善的方案。你不是喜欢谈条件吗？想知道的话就把你刚才说的研究资料带来吧。梅比乌斯，你这也太明显了吧，真是口是心非啊。而且作为曾经的战友，你好奇的竟然不是华五万年的记忆吗？哎，你可真是冷血啊，我都要替他感到难过了。不必那么称呼我，对于你，我和他的意义是不同的，我是旧世的凯文，别无其他。对不起，习惯了，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。但你说的也对，现实中的他更像是一个神，一种象征。还是挺有趣的，不是吗？能同时结识一个人生命中的不同阶段，这种机会可不多见。在我经营酒吧的时候，有位客人曾留下过这么一句话，喝了一杯酒的我和喝了十杯酒的我一定能成为好朋友，可惜他们从来没见过对方。现在不也是同样的情况吗？没错，作为一位医生，你加入烛火之俄的时机刚刚好，比起我加入的那时候要安全很多。虽然在那时候烛火之俄内部仍然存在很多不同的声音，但至少他们铲除异己的方式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明目张胆了。暗流涌动不仅仅是崩坏烛火之俄自己的面貌，也改变过太多次了。你那时的雇主，后来你们抓到他了吗？他为什么想要刺杀梅博士？没有，在梅博士向我提出交易的条件后，他先一步逃离了基地，
我只来得及剪除他的党羽。直到现在，我们也没能知道走漏消息的到底是谁。后来呢？在高层的示意下，他又安然无恙地回到了过去的位置，直到他再次用激烈的态度反对梅比乌斯的实验。我应该不需要详细说明了，就是你亲眼见过的那场事故。所以他当初之所以想要刺杀梅博士，原因或许也是与之相似的。如果对抗崩坏需要以让人类不再是人类为代价，那他宁可让人类就此灭绝。我也听到过一些类似的往事，如果不是梅博士力排众议，也许融合战士就会不复存在了。不过在他死去之后，烛火之额内部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反对者。他最终还是没能活下来。很奇怪，他是一个非常爱惜生命的人，但他却还是自愿签署协议，成为了一场实验的志愿者。那场实验非常危险，除了华以外无人生还。而实验的主导者很巧就是梅比乌斯。自愿吗？是呢，我可是听到了一些有趣的事，而且是关于你的。看来你和普通人的确不太一样，能在那么多实验中活下来，不仅仅是因为运气呢。想不想听听看？我觉得如果那个绿者也能来到这里的话，事情说不定会变得比现在有趣许多呢。梅比乌斯博士，请不要浪费时间了，现在你和我所说的一切都会被归入需要重置的部分中，我们还是专心于自己的职责比较好。而且梅比乌斯博士，我之所以愿意配合那些实验，是因为你的目标始终都还是对抗崩坏，而不是因为我认可你的想法。哎呀，突然就充满勇气了呢。你还是我所认识的那个华吗？还是说是新来的那个小姑娘，她和你说了什么？而且呀，华，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认可？我从来都不需要你们的认可，对我来说，那种东西根本无所谓。要想实现变革与进化，你就永远都不应该去考虑其他人的意见，甚至是大多数人的意见。不，不是这样的。你从来就没有考虑过任何人的意见，梅比乌斯博士。嗨，你还在？是我的错觉吗？你最近对我越来越不客气了。我只是想不通，你继续留在这里是有什么企图吗？企图？别把人说得这么难听嘛。我留在这里是为了为你提供一些帮助。如果你没有犹豫那么久，我可能还会相信你。别管那么多了，我可以保证自己不会妨碍你，这样你是不是就能接受了？你都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怎么保证不会妨碍到我？
至少现阶段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。揭开被掩盖的真相，不是吗？总觉得我最近被人误会的次数好像有点多呀。你又去捉弄牙医小姐了吗，艾丽？没办法，谁叫我喜欢她呢？所以你才会被她误会啊，艾丽。你总是毫不掩饰自己的真心，大大方方地讲出心中所想，有时这反而会让人不习惯。要知道，大多数人是做不到像你一样坦诚的。唉，梅比乌斯也好，凯文也好，梅也好，如果大家都能对自己坦诚一点，世界也会变得更美妙些吧。那还是太强人所难了。不如转换下心情，到这边来一起看看我的藏品吧。正好我找到了一条很衬你的项链，想送给你。啊，我的好姨爹，我就知道你总是能恰到好处地安抚我受伤的心。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这么喜欢你啊。我也喜欢总是这么坦率的你啊，艾丽。就算是这样，可他的品味还是有待提高。哎，别这么说嘛，一点。那时候虽然凯文已经开始慢慢向冰块变化了，但他还是有在努力担负起领袖的责任的。没记错的话，我不在的那几次团建都是他组织的吧？想想就很温馨。艾丽，凯文组织的那些活动，你应该并不清楚详情吧？是，怎么了？怎么说呢？那时候我资历尚浅，以为这也是烛火之蛾的传统之一，所以他的每一次邀请，我都没有拒绝。看来我应该早点告诉你才对的。然后呢？后面发生了些什么？十几名战士一起坐在会议室里吃面的情景，我至少见过了十次。会议室吃面。杜鸦小姐，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说吧，伊甸。我想知道，和一位绿者做朋友，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吗？哦，你说牙医啊，没什么不一样哦。当然，在他刚加入世界蛇的时候，我也有些好奇。和他一起出任务的时候，会不会始终都是雷雨天？我的头发会不会因为静电一根根地竖起来？或者如果他睡觉时会打呼噜的话，会不会突然有一道雷劈下来？但事实上这些都没有发生。他的性格和变成绿者之前没有太大不同，脾气还是一样的倔，做的料理也依旧好吃。在生活中他还是个普通的女孩子。看得出来，杜鸦小姐，你很珍视这位朋友。朋友？也不至于吧，他可小气了，不让我骑他的龙，不让我用他的电，就连头上的角也没给我碰过。喂，我都听到了。